果可以开一家火锅店，那些老友围坐在炉火边，一口不停，哪怕吃得再饱，几句玩笑把聊天当成微笑。我们都在一个锅里面，味道是酸甜苦辣咸，有人进来也有人出去，有时沸腾有时平稳。我们都在一个锅里面，一个充满惊喜的世界，有热浪上下翻滚，这就是我的人生，期待每一天。哎呀，你干嘛吃我蛋饺？哎呀，我吃两个怎么了？